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，我们现在看的真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嗯，非常清楚。而且在阳照区，光线又好，光线好，嗯，对，可以看到这个最后靠拢也是非常非常的稳。两米，李海生又担任解说。好，对接环接触。对接环接触。好，现场响起了掌声，对接环接触。